大家好，我沈村师叔。说起冰糖葫芦，是很多朋友小时候的回忆。孙子嚷嚷着要吃冰糖葫芦，今天去集市上整了七八种水果，给小孙子做冰糖葫芦。把水果都洗一下。把山楂的把取掉，先把山楂穿一下。把山楂核取一下。现在做个彩色的，锅里面来点水，下入冰糖烧糖水，再来点白砂糖，慢慢的把冰糖都烧化了。熬糖水是个细致活，不能心急，慢慢熬。可以了，果糖水。朋友们，看我们这冰糖葫芦做得非常漂亮。孩子们，吃冰糖葫芦喽！哎呀，快！这个，哦，好，来吃起来。你要哪个？这个。这个，哎，好的，真可以。吃起来。小朋友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多吃点，多吃几个哦，快点，快，快吃。嗯，嗯，真好吃。嗯，下来吧。好，看着哪个好吃吃哪个。哎呦，别过，别过。小朋友，快点吃，要再给你夸一个。